心的存在。好，把你最可爱最帅气的技术摆出来，我们的英文或者是我们的国语呢都在里面，有非常丰硕的一个学习成果。那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部落在城乡差距上面呢就相对是一个比较资源弱势的部分，但是我们的原民会呢透过这样的网际网络缩短了这样的一个距离，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学习上面真的是能够丰富他们的整个学习的成果。我们东华大学的林毅跟我们卓西部落的高火风小学友，哇，他们的涂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哈，这个帅哥去年呢，大概有102位小朋友参与这个活动。那我们的大朋友呢，也有我们的伴读的学生大朋友了哈，大学生了哈，应该也有114个啊。那在这里特别感谢他们这样支持我们这个活动。那我想在这么受欢迎的一个活计划当中啊。那我们会再持续再扩大办理。好，同样的呢，我们的所有摄影的好朋友哈，帮我们捕捉一点画面。好，现在呢是我们东部跟南部的大学，我们希望将来由我们中部的大学跟我们北部的大学一起来投入这样一个计划。国立东华大学的林明一同学，然后很高兴呢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部落伴读计划。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每一位大学友们，他们每天呢都很认真的去准备他们的教材，然后来到这边来帮小学友们上课，然后每一次呢也看到小学友们他们也都很认真的去学习。就可以高高的挂在我们的部落图书资讯站里面了哈。希望每一年我们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计划。那当然，今年去年105年的是10个部落图书资讯站，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更多的部落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那么，透过云端的伴读，透过远距视讯，透过点对点这样的一个学习呢，带来非常棒的成效，更感动。那么也希望你们能够学习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未来呢在社会上面呢，甚至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可以投入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在我们的部落的小朋友身上。好，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副处长来合影。分数进步都非常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小朋友的英文哦进步了39分，可见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我们一起来跟副学长合影，好，把书包秀出来，然后把你们最棒的笑容展现出来。好嘞，小朋友在不在？在礼貌上，我相信我们驻点的老师也教导得非常的好。是超值的文具组，文具组里面就是有笔、有尺、有橡皮擦，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文具，然后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温教授合影，来，我们站到中间，来，小朋友让个位置给温教授，好，一起看前面，我们来合影。How old are you?
问你一个答案 ，How old are you？ I'm 9 years old。好，非常棒，九岁的心语小朋友。对，三。好，哎，慢一点的麦克风。说明会。好，这是主办单位，还有一个执行单位是谁？你每天摸的那个。啊，这个大哥哥放水的很严重哦。那这样子，我把机会让给别人哦。巨匠电脑，好，我们给这个小朋友热情的掌声。没有错，就是我们圆明会跟巨匠电脑哈，协助了我们能够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一，好，二，三，好，自己想哦。四，五，好棒，给自己热情的掌声。好，再。哎呦！